第一关我觉得不难，那个跑步机嘛。好，下一位。哎呦嚯 ！What the fuck？ 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来到英雄联盟，谁都可以拥有武器，战士都不偷他波钱。拉一下，你们少人吗？正常来说应该能打的呀。追！跟闪，跟闪，跟闪！我操！哦好样的，走上去暴露经验的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得踢，距离太远了。我就是守护者。可惜有闪，没闪给他推死了。啊 ！Stop！别搞！我看看有个屏障。干什么？我可是六级的盔呀，你要给我点面子的。没事，我们重在参与啊，你也拿了个助攻吧。要是太容易就不值得了。啊，跳得有点歪啊。
你跟我闹，我刚刚是没大，没事，挺好的，值钱了。我想杀剑魔还是没有那么困难的，这波看他会补出什么装备。我操，他暴女值多少钱？回家直接买了把黑切了，他妈装备跟我差不多了。暴女值三个人头的钱，败了，暴女连死两波，断节奏了呀。可惜没推到，推到我可以给他整出去的。什么？这和上路有关系吗？我的开睡，还有闪现呢，好吧，没闪现我可以把它给做掉的。这把对面的主力应该是一个泽利，这皎月其实就是开个团，主力应该是泽利为主。但我这波没大招，可能是个伏笔。我没大招，我只能当前排玩，伤害会低很多。先别贴大平台，有点失误了。Q 闪没人到，应该能打龙，对面泽利死了，他的先锋应该是放错了吧，哎。走吧走吧走吧，
啊！别搞，别搞，别搞，别搞！什么？怎么什么游戏都在更新啊？我别更了，我操 ！Stop！ 我说怎么有点小卡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